想好了，可是很狗血。说来听听。琴师在附近的山林中遇到了女贼，女贼把他劫回了山寨。总之就是女贼喜欢上了琴师，各种对他好，可是琴师却不开心。吃饭了。过去吃饭吧。我爷爷是强盗，我爸爸也是强盗，所以我生下来就是个强盗。除了强盗，我什么都不会做，也不知道做什么。还有这整个寨子的人都是强盗，你这么讨厌我，其实我没有杀过人，不是最坏的，当然还是坏的。我也想像山下的姑娘一样，养点小鸡小鸭，每天日出而作，日落而归，平平静静的过日子。不过这只是个梦，永远都不会实现。
大人，这些日子您受委屈了。此次我们一举剿灭了贼窝，从此这里的人们将过成太平的日子。但人功不可没。大人，你本可以不杀他的。 与其让他活着恨我，不如死了。